地方债的问题呢，其实半年前讲过一次。你好你好，那个时候呢还不是特别的严重，不是特别的严重，或者说大家还不是特别拿它当回事儿。那个五月份呢，这个财政部出了一个文，5月9号应该是吧？就关于这个2018年地方债券的这个强化管理的指导意见。那么，其实这个意见呢，它就是一句话，它要让这个。你好，他要让这个地方政府的所谓的地方债以债券的形式可以以旧换新，说白了一句话就是今年到期的地方债你还不了的，你可以发行新的债券。那么地方债这个问题呢，这几年一直有人一直有人把它提出来，觉得这是地方政府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中央政府呢也是要从严的管控，或者说叫做什么呢，叫做正确的认识到地方债它这种实际的影响。半年前我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他明确的数字还没有公开，就是猜测。那么很多人把他猜测的数字很有限，一般而言啊，说是22万亿。那么现在从这个人大财经委的一个副主任副主任叫贺坚的，那么他做了一个发言。就是从人大财经委这个角度，他来谈地方债，他提出来的这个数字是40万亿。相对来说啊，这个数字可能比较真实一点。是他那个声音的问题，我觉得有点小，后来我要把它调大，调的过程中把它听静音了，调反了。没有，这个烂账抹掉。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地方债它主要集中在县一级，它并不是这个市或者是省一级。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个融资平台，因为你知道这个94年分税法以后，是吧？中央把地方的这个财政收入部分拿走了一部分，就分税嘛，中央分走了一部分。那么完了事儿呢，他没有上移，那还是得很遗憾啊。前段时间好像有人提过这个问题，我还有一些看法，可能不太如你意啊，这个没办法。说白了一句话，三个字，知道吧？智商税啊，实在对不起，我这个人实话实说啊，真没办法。不是要不回来，有可能能要回来，我告诉你。要回来要不回来，它不在于这个你怎么想，而在于牵涉的人是不是很多。如果说涉及到的人很多，为了维护它的这个所谓的正义性，它极有可能让央行放水，就是再放水个3万亿5万亿甚至更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能大量的偿付上当受骗的，就这批灾民，是吧？从易租宝开始了，那多难，那不是一个两个，是不是？很多人跟我说这次的这个金融难民，我说其实他没有难民，知道吧？能投进去的他不是小户。有些人跟我解释说不是，你搞错了，说那个
私募才是大头，是吧？几十万、几百万。说这个现在维权的这批门槛很低，是吧？一百起投。我说你胡扯淡，对不对？我其实都不想提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就易租宝的钱，新加坡已经找回来2000多万了，那个他只是没发而已，并不是说找不，他有些钱是可以找回来的，或者说央行他可以承担下来，只要是涉及到政府担保，他通过这个央行的放水，就是说白了一句话，吸食全社会的资金，然后呢偿付给一些受害人，换取，哇操，不至于吧？那我们现在谈的其实是一个现实问题。这个事件13号开始的，到现在多少天了？11天了，是吧？我只是在开始那一天说过一句，我是怎么说的，你们还记得吗？有的人可能在直播中听到过，我说有一些人不断的在发生争执，就不是在油管的留言，而是在这个推特上面。我说因为考虑到对方他没有办法进行连线来自证，所以呢我不能单方面的去解说，对吧？因为我要是解说这些故事呢，完了以后会造成一个麻烦，就是对方他 无法去辩解，这不是一个辩论，所以对方没有可能及时的解释，那极有可能就是我单方面的话语权侵犯了对方的利益，所以呢我不太愿意在直播中提到这些故事，其实挺好玩的啊，他们也在做帮我做的一些广告吧，啊，想把我捧成一个黑红，其实这个没什么特别的，我不在意是谁在说这些东西，就我只是说啊，就刚才讲金融难民的问题。那么既然有观众确实掺和进了这个事儿，那我们就聊两句，就是你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真的投了100块200块，或者说我们算你投3万块，是吧？你会上街游行吗？你肯定不会。为什么？你去北京你来回一趟你得好几千块，对不对？完了你还存在一个住宿问题，是不是？完了你还得考虑我去维权，如果说影响到我现在的工作，对不对？或者说影响到我现在的家庭稳定，再给我关几天，回头单位再不要我了，是吧？你作为个人你权衡一下，咬个牙就算了，懂吗？一般情况呢你肯定是不会去，就你投的钱少你肯定是不会去，这很正常的。没事啊，有人惦记我就惦记我呗，对不对？他目前来说我现在没什么可以被别人惦记的东西啊，我都他妈光着腚跑出来了，你看他那个叫什么，啥都没有，你能惦记我啥呢？你说是吧？你不用去管他。现在我这个回到这个话题再聊，其实很简单，这个话题呢我觉得上次就聊过了，就是半年前地方债这个问题就提过了，因为这次呢他始终绕不开，而且财政部正好又出了这么一个通知。其实呢从今年开始，大多数应该偿付的，就是到期偿付的一些债券，它确实偿付不了了，就这个违约是大批量的，它不仅仅是地方债。那么地方债呢，因为这个问题今年中央财政据说是准备解决的，是吧？包括这个债转股，是不是？他提了很多建议，最后呢落实到最后还是一条，发行新债偿还旧债。就地方政府他已经没有能力还了，说白了现在的地方政府早就可以宣布破产了。这个东西他怎么，对，他就是用恶意贬值人民币的方式来洗掉这个债务，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就是中国政府它极有可能会采取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呢它是一刀切一次性的解决，它其实是让全国人民为债务危机
来买单，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是吧？毕竟央行在他手上控制，钞票是他印的，所有的政策都是他自己的事儿，你这个东西你根本就搞不定的，对吧？你只能是认倒霉，是不是？您摊上这个政府怎么办呢？他还一天到晚伟大光荣正确，是吧？你还不能说他，你说他你就成卖国了，你就成汉奸了，是吧？他不容许任何人去批评你，所以你没有办法。我们摊上这么一个政府呢，只能认倒霉，是吧？要不你就推翻他，要不你就忍受他，你现在你没得选，对吧？那么地方政府的这些债务问题其实都是94年分税制导致的。那么跟着呢出台了一个预算法，它不允许地方政府去借贷，那么地方政府它手上只能制造出了一批地方性的融资平台，说白了它就利用这些公司来融资，融资完了以后在它名声坏掉以后，它就换了各式各样的公司的名称继续进行融资。为什么呢？他早死一天晚死一天的，他反正没钱他就得挂，他就得硬撑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这个所谓的金融难民，他其实陷入的纠纷还是地方政府导致的，他只是推出来几个白手套，推出来几个干活的，性质上就这么回事，他把它恶化了。而且呢他们对这个操作相当相当的这个完备，很多情况下都是集资人他去投案了，投案以后他就变成一种诈骗，诈骗呢你没收的钱就变成赃款上交国库了，就追回来一部分他也不会给你，懂吗？这东西挺麻烦的。哎，那房市的事儿就不能谈了，没办法谈，因为他混合产权开始以后，其实他又要回到这个分房了，很多城市都在搞试点，就这个东西它也是消化目前债务的一个解决方式。就是地方债的问题，我们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它是地方政府行政主管为了追求这个政绩搞的这个东西啊。你说行政主管太绝对了啊，有的城市可能就是书记一把手，他一拍脑袋我要修条路，是吧？我要雁过留名，是吧？结果搞到最后呢天高三尺。那每一个城市我们都经常能够看到，就有一些领导他随便拍脑袋，他今天这个路要干啥了，哎，开膛破肚，下一任领导来了以后，哎，他觉得又要买点什么东西了，又开膛破肚，是吧？随时随地他要修路，他要修房子，他要修这个所谓的这个要致富先修路啊，每一级地方政府每一任他都想留下自己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我建一个工业园，啊，这又回到了那个万达介入房产租赁这个事儿，是吧？这两天炒得挺热乎。我看了一些过激的报道，说是它能造成这个深圳150,000打工仔离开深圳，因为房租够高，是吧？其实这些问题都是你未来经常会遇到的，它是一种经常性的热点。就这种具体到某一个公司它搞的这种租赁创新，是吧？金融创新，你不要听这些东西了，你现在再去在这个上面栽跟头已经来不及了。前两天有一哥们跟我谈了这个问题，他说我现在在深圳，我混了10几年了，我所有的这个关系都在深圳，那么我到底是买房的还是租房的，就现在面临了一个抉择。我说呢我不建议你买房的，就去年我就不建议他买房的，完了今年我还是这个态度，因为你现在买的房子对你没有任何意义，对吧？你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外地人，你可以首付很低，比如首付10%、15%，你混一套大房子，哎，这个还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人民币的贬值，你极有可能快速的还掉债务。如果说他让你必须要掏50%或者多少，那你就不能干。为什么不能干呢？
因为全国范围内盖房的正常的价格呢，就除了地价以外，正常的这个建设费用大概是900块钱一个平方，懂吧？就多出来的其实都是各项收费。如果他让你首付50%，其实你把成本包括大部分的利润都已经上交了。你这样买的话，你手上本来钱就不多，你再扎一固定资产，完了深圳一旦出现大规模的这个清洗，是吧？你能不能继续住在这个房子里不知道，是不是？不是说房子是你的你就能居住在深圳，就今后它的政策会越来越严，它可能会强化管理，就是所谓的属地化管理。你比如说你在深圳这种城市，你没有固定的工作，对吧？你没有一个国企或者一个靠得住的一个公司能聘用你，那么极有可能他会把你清出去。至于你有没有房子，或者说你房子还在不在淮安街，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是从治安、城市管控的这个角度，他极有可能采取一些更为严苛的做法。所以现在呢，硬撑着其实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么地方政府呢，他不停地利用这个借贷平台，就所谓的融资平台，他去骗钱，甚至他跟公务员集资，是吧？你借10万块钱给我啊，每年利息多少啊？那这种情况其实在县一级相当的频繁，几乎每一个县都有类似的情况。你开玩笑，全国2800多个县了，是不是？受害的人其实相当相当多。这批人他从经济利益上他就被政府严格的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了。很多人交出来的这种集资款或者说上当受骗的啊，现在本金肯定是拿不回来了，个别的区县利息都还不了。那么你就存在一个问题了，你希望这个政权垮台吗？是不是？明天共产党下台了，从美国飞过来一民主党的做总统了，他会买你这个单吗？可能吗？对不对？他根本就搞不定。所以呢，从政府的角度上来说，他希望更多的人为国家或者说为这个政权那么贡献出他的积蓄。朱镕基的问题比较麻烦，他那个属于明朝，是吧？宗室啊，那只能说我们反清复明没把这个江山还给朱家，是吧？哎，他属于那种报复性的恶意报复社会，这没办法，其实就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是吧？开个玩笑，那怎么办呢？学阿根廷可能性不大，其实他无所谓学不学的问题。我跟你说，如果我们紧密的谈到这个地方债的问题啊，它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发行人民币，然后来稀释国民的资产，偿付一些跟政府相关联的，就是实在政府避不开的这些债务，对吧？因为它有一些金融创新它是总理提倡的，是吧？地方政府背书的，那么有电视正规的电视台做的广告，那么有一些，对，其实这个没有办法，估计他最终采取的还是这么一个方式。唉，没有，其实所谓的坑不坑，我告诉你，全国范围内都被他坑了，你现在是被绑架的，懂不懂？就是从理论上来说，1949年上台的这么一个政权，他已经无视政权的这个合法性了，无所谓了。他现在就是说全国人民委托我们管理这个国家，你说你咋整吧，对不对？你说我不同意，你敢说吗？敢说的基本上都给他抓起来了，是不是？啊，吊打一番，是吧？或者说花钱，啊，给点钱或者美人计，哇操！反正你只要出名，你都能混到一点东西，实在混到俩硬骨头，他就给你判个刑，给你关起来呗，对不对？给你污名化呗，啊，说你这个说你那个，完了之后，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这样，
你别说政权了，以前这个党争他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他实在在理论上他驳不倒你，啊，他就说你爬灰是吧？你最简单的嘛，中国历史上经常搞这些名堂，你别说政权来玩你了，是吧？你就个人对个人这种污名化，极有可能都会导致你的人格坍塌，是吧？感觉到形象整个就没了嘛，对不对？那么作为一个政权来说，他其实一直在打击我。其实我说的一直是一种提醒，就是政权极有可能他要采取的措施。那么大家呢，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因为像我现在已经离开那个内地生活已经5年多了，对吧？我是2013年离开昆明的，从昆明走的。那么所以呢，我有一个感觉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中国现在发生的问题可能比我的想象还要悲观，只是我从我的角度能看到一些，我尽可能的来做一些提醒。贬值它不会是很迅速的，它应该是有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是什么呢？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兑换值。你不要关心它贬到几，你一定要注意一点它的贬值速度，就是政府的反击速度。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种操纵，就是央行它手上还是有一点存粮的，它会做一些短促突击，但是这种对外汇市场的控制呢会越来越频繁，最终央行失去了这个能力，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大规模的离岸人民币的暴跌，懂吗？它内地它会管控，它会以发动就反华势力发动对中国的这个金融战争，以这个名义它来暂时性的冻结汇市，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呢，人民币在内地形成的这个暴跌它还要有一段时间，它在国际市场上的这个暴跌我们都可以预见到，不会太远啊，不会太远。所有的这个地方债的问题呢，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它还是地方政府盲目的遵从中央的政策，是吧？要政绩，要这个修路，是吧？铁公鸡，说白了一句话，超前的城市设计只养肥了一批官员和与官员进行钱权交易的这些实体的这些建筑商，甚至是设计师，知道吧？就整个这个中国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它有一部分是由国内的基础建设来拉动的，就这种数字它很假，它实际上并没有为全社会创造什么产值，它留下来了很多债务，而且这个债务呢，因为各级官员拍脑袋一时决定的，所以它还留下来了很多烂尾楼，就很多烂尾工程。我们经常在一些小的区县看到一些工业园，是吧？农业生态农业园，基本上就挂在那儿，是吧？它完全它没有运行起来。那甚至像一些鬼城啊，一些滨海工业区啊，就是新区啊，就这种建设，你不是说主观喊两句口号，那么从银行强行的带来一批钱，你就能把它搞起来了，是不是？那形成一个市场，它是要大量的人，大量的商人会跟着你来，是吧？你有东西能诱惑他，是吧？你像去年那个愚人节发布的那个消息叫什么？雄安新区，是吧？最后我们搞了半天也就搞清楚一点，就这个东西好像说完它就完了，那到现在为止没看到下文，这转眼就1年半了，是不是？他想那是他想，对不对？你得顺应潮流。你说你当时出现的深圳，当时出现的浦东，它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到某一个点的时候，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引导，那么全国性的这个，因为商人他是趋利的嘛，对不对？所以呢，
它会形成新的热点，实实在在的把这个东西竖起来了。你说你现在搞这个滨海新区是吧，上一届，那这一届搞的这个雄安新区，其实都没有用，都没有拎起来。没有拎起来的原因，它是方方面面的，国家性的这种烂尾楼其实就这俩，知道吧？地方的烂尾楼相当相当多，所以你说地方债，其实说白了一句话，就是每一届政府下至县级，上至中央留下来的这些烂尾楼，说白了一句话，他们现在搞不定了，怎么办呢？举新债还旧债就不错了，能还就不错了，对不对？所以我相信呢，未来地方债的问题它始终会存在，它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大量的发行人民币来冲击市场，来稀释掉这笔债务。所以呢，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希望啊。如果说啊，如果说实在扛不住了，中央政府极有可能会采取这个方式，他为了稳定与政府靠得比较近的这个群体，因为真的现在你在市面上能拿出几十万上百万投到这种所谓的金融平台的，他就不是老百姓了。最起码他收拾你的方式有两种，一跟你和解，给你70%甚至50%或者30%，另外的一部分让你自己扛，是吧？他给你这个钱其实也是超量印发的，他稀释了全民的这个人民币的含金量嘛，来还给你们。那么第二个方法更简单，他根本不需要管你死活，直接一句话查账，每一个在金融平台上砸钱的这帮人，他让你出示完税证明，因为你这笔钱从哪来的，你拉过税吗，对不对？从源头上他来查，这样的话到那个时候，我相信有很多人宁愿选择不要这笔钱，对不对？不要这笔钱，他只是家里有债主天天逼着，是不是？那么要这笔钱，你钱拿不着，人有可能就进去了。所以呢，未来政府处理的方法你根本就无法预测。这届政府他跟别的还不一样，他根本不讲理，是不是？他东一头西一头的，跳跃性思维，是吧？你说一小学文毕业，是吧？他还有一博士文凭，你到哪去猜啊，对不对？没办法，哎，这个真的帮不了，只能见仁见智了，好不好？好，今天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多余，是吧？聊来聊去也聊不出什么新东西，哎，只不过因为大纲里面有这么一个小标题，我说还是唠两句吧，哎，闲的也没事儿。好，再见。